加拿大多伦多皇冠学院。皇冠学院成立于1995年，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。皇冠学院拥有自己安静优美的教学环境，宽敞整洁的教室，设备齐全的实验室以及室内体育场，为学生提供系统严谨的教学模式，良好的学习环境，轻松快乐的学习方式。皇冠学院课程设置提供安大略省7到12年级高中课程体系和大学预备课程，重视培养学生素质教育及能力教育，为学生安排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，帮助学生优秀完成学业的同时，更好融入加拿大当地的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 Hilary， 我在这个皇冠市待了半年的时间，现在已经拿到了我想去的大学的 offer， 一个是多大的，一个是滑铁卢。然后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时间学习的经验，觉得在这段时间，首先这边的工作人员就是我觉得还是蛮负责的，一般一些办理签证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小的问题去请教他，让他帮忙，他都会比较热心。然后再就是老师，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化学老师，当时是在我在报大学的时候给我很多建议，让我受益匪浅。所以就是希望大家把握这半年的学习生活，都考上自己想要去的大学。然后接下来想跟大家谈一谈就是我的专业的问题，因为我现在是收到了 UT 的 offer， 是 Engineering Science 和 Computer Science， 我比较倾向于 Engineering。然后就是 Engineering， 我建议大家报的是滑铁卢或者是多大，或者是一些 MacMaster 都不错，主要是有 COP Program 可以帮助大家在实习的过程中找到方向吧，也更容易收到一些想要的将来的一些工作机会。有人说多大没有 COP， 但是它有一个 PEY 实习年，你可以在12到16个月的期间去选择一些在不同的公司实习，不一定非是一个公司实习，你可以从一个 program 从头到尾，然后到时候参与下来，会也是一种增长见识、丰富履历的一种过程。所以说这样我将来就是大家的在 UT 的学姐，如果将来考到那儿，大家都可以联系我，这样的话可以找那个 Shane 要到我的联系方式都可以。